大家下午好，我是 Yoni， 叶一奇，来自马来西亚品牌创办人 Figline Marketing Senyum Bahat， 很高兴2018可以有这个认同亚洲商业顶级奖，所以我也感谢 IBF 对我们的认同。Figline 成立1995年，来自于法国品牌的护肤品与保健品，希望我这拿了这个奖之后可以 给我一个认同，这个品牌可以达到世界顶端的品牌，谢谢大家。